长青路。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悠扬的音乐穿梭在空气中，循着音乐声，我们来到体育馆。舞者们跟着节拍律动，身体延展出活力。别看场上的舞者轻歌慢舞，他们可都是55岁以上的乐龄学员哦。这是左营乐龄中心所开设的民族舞蹈课之一，由专业老师带领的土风舞课程。大概古今中外的各国的民族舞蹈啊，我们都有教到了，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学员哈。而学员人数的话，一起大概是在30位左右，啊，这个课程好的话，当然一定要有好的老师、好的教材，哎，好的学习的环境嘛，啊，这个环境我觉得是相当优越的啦。我们是枫香木的地板，哎，又一个篮球场的这个面积，哎，又在体育馆里面，不会刮风下雨，实在是很绝佳的场地啦。因为我们教的是世界民俗舞蹈，世界民俗舞蹈它是可以包含艺术、休闲、运动，以全部的一个休闲运动，它现在在全世界各国也是很流行的，它是介于说运动跟我们休闲之间，跟艺术也有很多的艺术表现，因为很多舞曲是从古老的时代遗留下来。上课方式有分学术两个方面，一开始是用嘴巴上课，让学生了解这首舞曲音乐它的由来。接下来就是术科的，就是用身体去教他们，让他们去了解他身上的骨骼肌肉怎么去运用，甚至于说不要受到伤害，啊，有教他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各位，我们今天来教一首新舞哈，这首叫《最爱》，是一首亚美尼亚的舞曲。第一个动作，面朝方向线，双手自然向方向，可以吗？对，它有分个4个段落，有分4个段落。那我们现在来讲解的是第一段，右脚向前走4步，身体放轻松。等一下呢，我们走步的时候是用你的前脚掌，身体呢，我们尽量把它延伸向上挺直，双手向上，1、2、3、4，右脚往前一个交叉，5，对，6，可以吗？左脚向左边踏。现在我们是面朝方向线，向前4步，1、2、3、4、5、6、7、8。再一次哦，从这边开始，双手，1、2、3、4、5、6、7、8，手放下来，可以吗？然后呢，我们现在左手向上，同时呢，用你的右脚朝左边走4步，回到原来的方向线，可以吗？原来的方向线，对，这边方向线，哎，对，我们从第一小节到这边，1、2、3、4、5、6、7、8，1、2、3、4，1、2。
同于注重表演的制式化舞蹈，土风舞是结合众人同乐的休闲舞蹈。在课堂上，学员们踏着轻松的舞步，共同享受土风舞的乐趣。虽然多数学员在课程上已经驾轻就熟了，不过当大家还是舞蹈新手时，还是有遇到一些挫折与困难。学员跟不上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呢采取的也就是说，不像外面用个别指导，我们是用渐进法，就是说请一些学的比较容易入门的同学在旁边，甚至引导他，那我也在旁边协助他们，把那些动作可以跟得上，让他完成。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记忆力比较差，所以老师教，虽然老师这个很讲解得很详细，但是我们还是会忘记，要反复的练习。所以同学有时候他会把它录下来，在群组中 po 上来，那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是可以看群组的这个录影，那可以反复的学习。哎，对，陆老师他教学很认真，他真的是很认真。他有时候像那个一条舞，他会教好几次。他学员在发问，他也会不厌其烦，一直在说明。那学员跳的动作有问题，他也会纠正，并且这个舞会一直反复跳，让你会很熟悉嘛。这边上课的学员就有分，目前分成两大类，就是家庭主妇跟退休的军公教人员。那他们普遍就是有一个自己信心不足，觉得他们学不会。那其实透过慢慢的引导，他们每个人都会可以找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么做，甚至于说比他预期的还好。这些长者在家里蒙在家里，有一些的情绪上的可能会郁卒啊，或者怎么样啊，让他们出来走一走，心情会比较轻松，可以放得开。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比如说郁卒的，有一些忧郁的学员啊，或者癌症的病患啊，也都在这里学习。哎，他们的状况也都很有改善了。因为我本身是有糖尿病的人，所以医生一直建议我多运动。可是我平常如果是去操场走路的话，运动量不够，那要跳舞，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运动的量，而且会出很深层的汗，让我身上有一些排毒，对身体有帮助。跳舞真的是最好的运动了。因为像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没有家庭的束缚，没有这个小孩这个负担，我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那来参加乐龄的这个课程的话，对我们来讲也是心灵的成长，同时也是我们社交圈的扩展。就是说人家说，哎，你不想得忧郁症，或者你不想很无助的坐在家里，你应该走出来。所以我觉得乐龄课程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场所。土风舞不仅能增进彼此的距离，还能达到身心健康。这群乐龄学员向我们体现了舞蹈是不分年龄的休闲运动，用他们的肢体舞出精彩活力的乐龄生活。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上各县市的乐龄学习网搜索更多的课程进修资讯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我刚刚有讲那个台南那个嘛，他是上十字会的，然后我们就是某一次他们又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帮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团队，然后去那边剪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剪完之后那种感觉挺好的，就是帮他们服务啊，然后跟那些阿姨阿妈阿公聊天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想说，不然反正其实平常休假也都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蛮无聊的，就是意见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找。我们其实问蛮多家，只是因为有些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配合这样子。我们就是网路找啊，看那种养老院啊，或是这些单位，然后一间一间去问这样子。其实最初的时候是那个义检的哲明老师，他们是主动跟我们联系，对，他那时候打来就说，哎，我们有没有需要这方面的需求？对，然后他就，哎，我们也刚好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平常因为他们也都在外面，就是都是家人带去的，然后我们也想说让他们有跟其他人有一个不同的接触，那就哎借由这个他们问我们，哎，我们有需要，那我们就这样子就跟他搭上线这样子。其实一开始他们对他们其实是很陌生的，就是看刚刚你有看到的，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会在那边大声的叫，因为他今天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对陌生人他们其实会就说，哎，你今天没跟我讲什么，突然来了这个陌生人，他会觉得，哎，我心里就有一个防备。那其实他们一开始都会有点恐慌，会有点焦虑，那其实就是在焦虑中你就会看到他们就是会有出现一些大叫或者是自伤的行为。其实就不要去限制他，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样子，所以就是顺着他跟着他跑这样子。哦，他可能就是像有躺在地板上的啊，或者是说突然站起来的啊，然后突然转头的啊，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变成就是后面好像感觉自己被训练成就是他一转我们就跟着转这样子，就是灵机应变会比较大。坐太久，他们会觉得头发剪下来会在脖子上，他们觉得会痒，他们就会想要乱动，然后我们就会尽量就是可能剪完一部分，然后你就稍微先清理一下头发，或者会跟他们聊天啊，然后称赞他们，这样剪起来的话他们也会比较安心，对啊，或者是有老师配合帮忙这样。我有问过蛮多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圈都是设计师，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说来这边就是他们在剪头发，他们会觉得就是会有洁癖啦，个人洁癖，因为他们有些阿姨他们阿嬷他们就是可能头发都会比较脏，然后我们工具都是自己在用的嘛，然后变成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他们的工具去 touch 这些不干净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找人上面其实有时候也蛮多问题的，可是这两位他们都会就是一起啊，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这样子。单纯就是我们想做，没有要求任何回报还是什么，就以前学的技术到现在，然后学以致用的帮忙他们比较弱势的团体，就是帮人服务啊，像可能过年我们可能还会再来一次，因为过年可能大家都要想漂漂亮亮的，然后像下个月我们也有接到要去养老院帮那些阿公阿嬷义检，就是单纯的没有想要发扬光大，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求任何回报这样而已。记录这一块是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们默默的在做，那同时可能就是在推广这一块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通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所以接触到的也都是同行的人而已，但是未必同行的人会想要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出来意见，当然还是有，但是不一定是多数，可能是少数的一些这样子。对，那借由影片的传导然后去推广这一块。其实我们做义检服务这么久，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希望就是有些像我们就是美发从业人员，有些伙伴